陳偉議員，多謝主席，好多謝黃國興議員留喺度聽我哋辯論。主席，就有關呢一個嘅特別特首辦啲特別職位咧，頭先我係提到呢一個嘅特別助理啊，特別呢位邱平飛女士。主席，我唔認識佢，我只係唯一一篇我記得睇過佢嘅文章咧，就我上一次發言最後所講咧，就係佢訪問梁振英，即係嗰一篇嘅採訪啊，講佢點種菜啊，講佢點樣日常生活啊咁。咁正如頭先我嘅講法咧，呢個明顯係一個嘅形象製造工程啊，呢個政治化妝師，可能基於呢個訪問討到呢個梁振英嘅歡心咧，咁佢就其後咧就被委任做呢一個嘅啊高薪厚祿嘅，即係可有可無嘅工作。因為呢一個職位咧，其實陳議員，我要提醒你，因為你第八次發言啦，所以你先前講過嘅觀點，請你唔好重複。可有可無呢個先前冇講過嘅，主席啊，我只係即係因為要繼續嗰個嘅論述咧，就簡單提一提翻個撮要啊。咁就呢個職位其實懸空咗一年嘅，主席。咁你諗下一個嘅政府高官啊，最重要職位嘅。可以懸空咗成年又冇人做嘅呢，即係明顯係一個可以冇嘅職位。咁冇個職位，咁理應呢係要剔除。咁但係就唔係，咁家下就變咗係一個政治酬用啊，因為嗰篇訪問稿討到呢個嘅梁振英嘅歡心，咁所以呢就俾咗一個嘅好嘅職位即係俾呢位女士。咁當然即係邱平飛做咗呢個政治新聞超過十年以上啦，係咪，亦都曾經做過我哋某位立法會議員嘅顧問啦，同各大黨派同埋好多嘅商界同埋呢個鄉市方面呢，亦都係同啲高層呢係極為呢個嘅熟悉嘅啊。咁所以等同其他一啲嘅職位一樣呢，呢啲咁嘅政治人物網絡嘅關係呢，即係好似就係成為呢個職位嘅主要，即係存在嘅成因啊。至於其他啲能力啊，其他啲嘅即係需要咧，並非係呢個嘅即係呢個職位嘅需要。但如果你睇翻咧，主席，即係梁振英自己本身喺呢個政治圈子都打滾咗，即係30年，係嘛？即係由當初即係去負責。跟呢個嘅基本法嘅起草嘅諮詢嘅工作跟住就做咗呢、這個即係董建華同埋呢個嘅曾蔭權嘅行政會議，即係其實嗰十幾年回歸之後嗰十幾年，佢自己本身對各個派別各個政治嘅組合同埋一啲嘅有影響力。在經濟政治各方面呢，他其實都熟悉的他連這個的社區組織協會何喜華那些呢都很好關係。所以既然他自己已經有這麼全面深入的人事網絡關係，基本上是無需再找一些呢，就是對他這些聯絡方面呢是有所這個的協助，因為講關係他可能直接方面呢還更加即係比其他啲所謂助理咧，係更加呢個嘅全面同埋呢個深入。咁所以即係要委任呢一啲人咧，而你睇翻佢個工作咧，即係亦都係好令人即係難以接受，就係、是、譬如好簡單，特首辦，我諗即係自從梁振英上任之後咧，特首辦有關呢啲政治酬庸嘅職位之間嘅工作缺乏協調統籌，同埋缺乏呢一個嘅即係專注咧，似乎係一個嘅特色嚟嘅。我只係舉簡單一個例啫，主席，就係、是、有關呢個梁振英北訪有關人事嘅安排。嗱，當你出席一啲嘅喺內地重要嘅或者係大嘅事件嘅時候咧。理應呢個嘅新聞統籌專員咧，係協助你同其他嘅傳媒方面嘅聯絡，同埋咧
即係正如佢嘅職責咁所講咧，佢係理應咧係就翻個個嘅局啊，同埋有關人士，即係幾時發放啊，呢、這個消息啊等等咁咧，係有一個嘅專責專業嘅角色喺度嘅。但係呢、這個梁振英呢、這個出列席呢個人大開幕嘅會議嘅時候咧，即係竟然被呢個安排協助佢呢個北上嘅工作，並非呢位嘅自稱白宮發言人嘅新聞統籌專員啊，而係咧呢一位嘅邱平飛女士。嗱、邱平飛即係同呢個梁振英北訪出席呢個人大會議嘅開幕。亦都即係有部分傳媒人士係感到係極為奇怪嘅，因為講呢個職位上咧，佢係較為低啦。正如頭先我所描述，佢嗰個位咧只係特別助理，即係可能嗰個特別嘅工作咧，正正就係因為個特別咧，可能就有一啲不可告人嘅特殊嘅政治關係都未定啦，係嘛？我強調係政治關係啊。咁而呢一個嘅即係北上嘅安排，你一個特別的助理就陪同特首出列席呢個人大開幕，同埋負責有關的聯絡等等咁咧，呢個並非佢嗰個工作的安排嚟嘅 ，OK？ 因為佢個工作安排就係聯絡社會各界，為行政長官同埋高級官員進行研究同埋呢個嘅擬備資料摘要等等咁。至於呢啲重要嘅會議同傳媒之間嘅聯絡關係咧，並非呢位特別助理，但係竟然咧呢、這個新聞統籌專員被架空咧，當然有好多嘅解釋啦。當時嘅解釋就話：咦，馮偉光留喺香港咧係有重大嘅任務咁，咁但又解釋唔到咩重大任務喎，係嘛？點啊？揾個統籌專員我嚟監視呢一個嘅處理特首即係嘅表現啊？係嘛？我相信即係唔理係阿林鄭做呢個處理特首，或者係呢個嘅財爺財政司做呢個處理特首，我相信佢呢兩位咧絕對冇任何意願興趣咧，會揾呢個馮偉光係協助佢哋有關呢、這個新聞發布同埋有關嘅工作嘅。即係我相信政府較有能力嘅官員咧，都唔會睇得起呢一位嘅自稱白宮嘅發言人。咁所以，你睇翻整個嘅安排嘅荒謬啊，同整個安排嘅即係缺乏呢個嘅一般官場或者係政府應有嘅制度同埋嘅原則咧，即係變咗有關嘅工作咧，即係變成一個嘅極為混亂，或者咧係冇按制度安排下嘅工作，咁所以連串嘅職位你睇到咧，即係基本上係唔應該存在啊！一來就已經成年冇人做，你而家冇理由繼續揾一個即係喺呢方面根本就缺乏經驗而要支付成90,000元一個月人工咧，係做呢方面工作，所以咧就我係提出咧提出呢個修訂案36咧，就削減呢方面嘅開支。咁另外喺呢個修訂案35咧，主席，亦都係另一個削減嘅，亦都係同時係特首辦裏面一啲嘅工作，就削減大約相當於呢個高級私人助理全年嘅預算薪酬，呢、這個係115,000。嗱，呢個職責咧就係主要係為行政長官提供呢個秘書同埋支援服務。嗱，頭先我已喺先前嘅發言，我已經提到咧，特首辦嘅文書同埋行政人員之多咧，總共即係成個特首辦104人咧，但係文書同埋行政人員之多咧，係即係令人呢、這個抗拒嘅。咁所以又呢度又另外增一個嘅特別呢、這個高級私人助理，又要成100,000+一年咧，呢、這個絕對係冇咁嘅需要，因為喺其他嘅職位上，喺特首辦其他嘅編制上咧，即係理應係可以提供到呢一、這個嘅秘書嘅工作啊，因為你已經有好多即係呢個嘅首長級嘅職位嗰啲咧，負責佢呢一個嘅應酬啊，負責佢一啲嘅行政啊，負責佢一啲即係聯絡啊等等呢一方面，所以係絕對無需再正定一個私人嘅秘書。
咁而呢一個秘書嘅履歷啊，各方面係點咧？主席，我哋係完全唔知嘅喎。我諗有啲議員都曾經問過，喂，究竟你呢個成百幾萬一年嘅薪酬，究竟有冇基本嘅要求啊？呢啲職位裡面嘅學歷啊，秘書嗱，因為大家都好清楚咧，政府嘅聘用嘅條件啊，同埋個薪酬咧，好多時係掛鈎嘅，即係你負責某啲嘅職位去到某一啲嘅薪酬，就必然學歷要達到某啲嘅水平，同埋工作經驗咧，你嘅履歷方面咧都要滿足某啲嘅水平咧，至能夠即係被考慮聘用。當然你要被聘用都要過五關斬六將，要同其他啲人競爭。但係呢一個嘅特首嘅私人秘書咧，連個履歷嘅要求等等咧，都完全缺乏呢一個嘅準則。咁所以基於呢個嘅理由咧，即係人民力量亦都提出呢個修訂案第35咧，係進一步刪除呢一個嘅私人秘書嘅職位。主席就另外我想提嘅咧，就係有關呢一個嘅有關刪除呢個嘅行政長公長官辦公室呢一個主任嘅職位，嗱有幾位議員都提到噶啦，我唔會再長篇大論，即係因為呢個修訂案係22主席修訂案22咧，就係削減分目000，將總目21削減3,400,000，呢個就係呢個辦公室主任嘅全年嘅薪酬。嗱，當然我同阿邱騰華亦都係熟悉啦，係嘛？咁但係即係佢嗰個嘅表現，就算佢做呢一個嘅即係有關呢個環保局局長嘅時候，即係我同佢有不少嘅即係針鋒相對，因為佢基本上係完全一個好閉塞嘅人嚟嘅，即係完全唔係好聽即係其他啲人嘅意見啊。咁同佢有一唔同意見嘅咧，就佢嗰啲嘅情緒反應同我有啲似嘅。佢試過同我傾咗唔夠五分鐘咧，就好憤怒咁樣即係離場咁滯。咁同我接觸咁多官員裏面咧，係極少見嘅。同以前阿林滿江做呢個嘅董建華特首辦嘅時候咧，係完全唔同。即係林滿江咧係好仔細聆聽各方面嘅意見，跟住好細心咁樣咧，亦都即係會花啲時間咧，即係同你解釋翻有關嘅問題。咁較為係即係幫到即係呢個嘅特首咧，係化解某啲嘅矛盾或者咧係緩和某一啲嘅即係激烈嘅矛盾同埋意見。但係邱騰華完全睇唔到佢有呢個角色，係咪？因為按佢嘅工作咧，主席，按佢嘅工作咧，佢係當然係直接去行政長官負責啦。佢個工作範疇唔少嘅，與各政黨及政治團體、立法會策略發展委員會及其成員、社會各界代表及地區人士保持聯繫，並爭取他們支持特區政府嘅工作。嗱，喺過去咁多個特首辦主任嘅表現嚟講咧，站喺我個人嘅經驗咧，佢係最惡劣嘅。即係當然佢好多時都會落嚟呢個立法會前廳。有重大嘅時候，有時我都窒佢啦，點啊？即係呢一個嘅其他啲司局長搞唔掂啊，要特首揾你落嚟，即係睇住其他啲人啊咁。咁啊，有時都同佢有啲針鋒相對。咁但係即係雖然有時同佢有啲即係非正式嘅接觸，亦都唔係因為基於佢要主動約見我哋處理啲矛盾、處理啲問題或者聽我哋意見啊。咁耐佢做咗特首辦咁耐咧，係從冇主動問我哋任何意見嘅。亦都知道我哋有啲嘅即係較為衝擊政府嘅決定同埋行為嘅時候咧，亦都睇唔到佢有任何嘅即係主動性咧，係透過同我哋嘅接觸咧，試圖了解緩和，即係或者喺佢嚟講咧，已經定性我哋呢啲死硬派即係係呢個嘅冇任何嘅機會可以游說到我哋，亦都冇意思再聽我哋任何意見，因為可能即係我哋講啲嘢咧，佢又覺得係重複又重複，係嘛？咁但係佢嗰種即係完全拒絕聆聽，同埋冇
興趣，冇意願去處理任何呢個糾紛同埋問題，呢一個咁嘅態度咧，係絕對係絕對係唔適宜做特首辦主任啊呢一個嘅工作。當然佢其他我。